教大家怎么做这道料理之前呢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先跟大家宣导，就是本料理台没有任何一只宝可梦受到伤害，不管是身为牛的肯泰罗啊，或者是身为鸭肉的大葱鸭，等等的啊，没有任何一只宝可梦受到伤害啊，没错。牛肉绞肉或猪肉绞肉，如果你不吃牛，你可以用猪，但因为玛丽特别喜欢吃牛肉，所以我就特别抓了几只肯泰罗，我就特别的就是找了牛肉的绞肉，对，超市里面才不会有肯泰罗呢，对不对？我玛丽今天呢是预录，原因是因为这个布布啊，它如果现场来的话会很久很久，通常是很快的食物，玛丽才会实况的时候跟着大家一起做。新鲜的布布不好处理，没有要处理布布，一直要处理布布。它叫太惨了，剪掉，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你们不要这样嘛！因为今天特别被宝可梦保育协会看着，他们在看我，你们不可以这样子把玛丽卖掉，不可以这样把玛丽卖掉，卖掉不好，卖掉 no， 不可以把玛丽卖掉 no。不剥除也是要去皮吗？可能要，因为它皮有点。不是啦，等一下啦。